八拍，四面墙前奏两八拍。现在我们来讲解五序。重心左脚右脚起步，右脚前踢踏下，左脚前踏，就是一个 tippo step。 然后呢，把双脚脚跟微微提起，向左边回中心，重心放在右脚。接下来左脚后下沉回步，左脚前踏，右转九十。第二个八拍，我们用点踏做一个爵士方块，左脚交叉点踏下，右脚后踏点踏下，左脚左踏点踏下，右脚再交叉点踏下。第三个八拍，左脚先做一个左坠步，左并左，右脚后下沉回步，然后做一个四拍的右滑轮，右脚右踏后交叉，右踏前交叉。第四个八拍，右脚向右斜前踢踢，然后交叉后踏侧踏，接着做一个猫王的招牌动作，我们把右脚伸直，左脚内扣进来，停一拍，换重心换到左脚，右脚内扣进来，停一拍。五序结束，我们现在再数拍子。重心左脚，一加二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加二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无序结束，谢谢。